性就你，爱情你浓。男性听者，AD加爆人资料。女性编写，AD加爆人资料。移动联通用户，62-88-1388。小灵通嘅用户，2992-9-1388。晚上8点，凌晨3点。人间之歌，人爱的旋律。节目主持。 每时每刻，我哋都好留意路面情况，为执行有替补。有你帮忙，883马路特首报料电话。你现正收听嘅系 FM 883，张游883。 北京时间12:30。 畅听大世界。八八三半点快报。西藏自治区著名旅游景点布达拉宫近日再次实行游客限时限量制度，进入到布达拉宫参观嘅游客需要提前1天预订门票，并且由管理处安排参观时间。布达拉宫每日游客嘅接待量限制喺5,300人。北京奥组委正式启动北京2008。 首选特工作，北京残奥会火炬手一共850名，人火炬手所占比例唔会少于2成，已经担任过北京2008奥运会火炬手嘅唔再担任残奥会火炬手。他们指近日喺五原湾海域首次投放咗一批人工鱼礁，呢一批由21艘依法没收嘅废弃渔船制作而成嘅人工鱼礁，将会起到修复同埋重建海底资源生态环境嘅作用。